中方将通阿方在生命健康、人工智能、绿色低碳、现代农业、空间信息等领域共建10个联合实验室，愿同阿方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，共同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，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，愿同阿方共建空间碎片联合观测中心、北斗应用合作发展中心，加强载人航天、民用客机等合作。